各位浅浅，大家好。后学现在来示范电脑版的登入方式。今天我们收到会议网址的邀请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一长串的网址点下去，点下去以后呢，它会出现这个画面，那我们就开启会议，点这边。开启会议以后呢，我们要等它跑。那我们今天是来参与上课的学员，所以不需要登入。我们把这个叉叉关掉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名字，然后呢，打左边这个是立即加入。到了这个画面呢，我们就已经进入会议室的大厅门口。那我们不需要做其他的动作，就这样子等，等到九点半董讲师的课。假如是会议的主持人是老师的话，才需要登入。我们就这样在这里等到九点半上课就可以了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登入顺利，拜拜。